老板今天要杀只鸡啊，待会儿来炖出来松茸。我已经是拔毛了，无茎的。嗯。这个颜色，是自己家养的。鸡的剩余的这个乳毛啊，给它漂一下。时候的狮子，漂好了啊！现在我们把水给它烧上。看我就是个新手，这鸡油啊，看全是鸡油，太肥了。嗯，这个阿姨就把这个鸡肉下锅炒一遍，就看着是美味。我们这个炒的时候呢，就给这个鸡放盐啊，待会儿炖汤的时候它就入味。我们阿姨说这个炒久一点啊，要更香一些。在这个汤里面啊，放点这个姜。现在炒好了，就把这个鸡肉现在就放入这个刚刚烧好的水里，那个汤里面了。看这个汤表面啊，已经有一层油了啊，特别的滑。接下来就让这个火慢慢的把它炖熟，鸡肉快熟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松茸下去啊。煮的怎么样？哇塞，看，好香！这就是洗好的松茸啊，现在就把它倒进鸡汤里面。看，一层油啊，再煮个十多分钟吧，就可以吃了。鸡汤也好了啊，你们看，这个特别的油，现在就把它舀起来。因为这个鸡汤，现在开饭了啊！整整感觉，这是鸡汁，看，你们比较香哦，这是啥子？